接下来介绍这个，我们这是党国元老了。党国元老，有魔界元老。那他其实是在学校是教地理的老师嘛，是讲大家就知道了，江伯权老师，是是是，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他，你要知道，老师要放下身段来跟我们这些同学们比赛魔术，好，那个是，可能是有一些关卡上的问题，对，心情上面的转折是我们要看不到，对。但是我们江伯权老师经常被挑战，第一个跟评审顶嘴的就是江伯权哦，因为他突然忘记他是来参赛的哦，他听老师老爷，哎，他心想你是老师，我也是老师，然后就开始顶嘴，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顾学生，而且那助理可能表现的不是很好，对对对，他说你说我不好没关系，不可以说我助理不好，对，这是什么逻辑？江伯权老师给我们带来一段表演，是。据可消息灵通人士报告，说这段表演非常的令人 shock。哎呦，欢迎一下啊！中国之大，超完美后世绝学，稍后爆笑登场，会见证不可思议的奇迹哦。无奇不有，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特异功能人士。而我上个礼拜走访了一趟大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具有透视这般特异功能的人。而透视在我们的专业术语里面叫做，我看一下哦 ，X-ray sign。上个礼拜就在江西农村哦。一个女厕旁边，我发现了一个人正在发功。原本让我找不到的，如今我找到了。原本请不来的，让我请来了。很多我们之前在大魔镜看到的魔术都是假的，而如今这一位他却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具有中国大陆合格认证的特异功能人士。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比刘谦更厉害的六谦六师傅出场。师傅的眼睛有点奇怪，相信那是因为他最近发功太过频繁。六师傅这边请就坐，请先就。六师傅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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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师傅这里，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六千六师傅非常的眼熟，那是因为他有一张大众脸。哦。六师傅最擅长的特异功能就是所谓的透视。哦。他的眼睛能散发出所谓的 X-ray。看透一般人所看不透的东西。哎，六师傅，你开始，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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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六师傅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六师傅来了，来了，还没开始，还没，还没开始发功。上站，已经在看，在。而进行透视这一个特异的功能，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先能遮蔽住他的双眼。制作单位这边准备了两张纸尿布，我们先请。六千六师傅，来，先麻烦您把您的眼镜给摘下来。摘下来的同时，我们拿这两片尿布，狠狠的把他的眼睛给遮住。相信这样子，他应该没办法看透任何的物体。好狠！除了尿布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将近2000张的卫生纸，就这样子，把他狠狠的给他缠住。是哦。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缝隙，我们避免他从上面的缝隙。OK， 你们在这样子整老师的，你要不要动？你要呼吸一下。跟卫生纸不够，我们还准备了非常专业的药用纱布，狠狠的把它缠住。哇，好狠啊！哎呦，天哪！哇，天哪！这样还能呼吸吗？这是一项非常认真的专业研究，相信有很多国家机构，像中研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现在应该针对这一段的表演进行所谓的认证采集了。哎呦！
可怜的六千。制作公司还准备了某部，还有啊，我们先把第一条从它的正面给它。会不会不能呼吸？活得了吗？第二条可以呼吸，避免光线从上面进入，我们还可以把它绑紧。这还有一条，从下面这个样子给它给绕上来。哎呦！他们是报仇的。后面这边还有一个缝，哎哎呦，这里，哎，私人恩怨请不要拿到台前来。这样子能呼吸我都不相信。最后，再请我们的助理把6600师傅的头，所有有可能有缝隙的地方才。哎，助理小姐不要太冲动，不要太冲动。相信今天这份工作是很多大魔镜的参赛者都想要来参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OK 了，这样 OK。好可怜，六师傅这样 OK， 六师傅，哎，六六六六师傅坐好坐。相信要进行这样子特异功能的训练，首先要先训练好脖子的肌耐力。那现在我们先请六师傅就定位，待会要来进行我们透视这一样特异功能。来，六师傅这个地方，好像一踢哦，这个地方对，就是这里。好，来导播。给我们六师傅一个特写，他在进行特异功能透视之前，还有这个一团还有特写，要对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交代。六师傅来了，注意看哈，我现在右手伸出了几只手指头，有看到？看到了吗 ？OK， 六师傅已经透过他的 X-ray 光线，六师傅来这个地方，六师傅汇集他的能量，即将见证这六师傅不是，赶快擦掉，赶快擦。六师傅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你可能发功过度，来来来，再看好一次，看好一次，看好一次，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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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一次，看到了吗？我现在右手伸出几个手指头，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相信他看到，现在六师傅再来写下这个剑。六师傅不是，六六六，擦掉擦。六六六六六师傅，来来来，六师傅这边这边这边，来注意听好，注意听好，来，六师傅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您最近太累了，真的，最近太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来注意听好，六师傅，来六师傅来，注意听好，听好，我现在右手伸出了几只手指头。刘师傅这边，现在刘师傅要带领大家进入。不是，六师傅，你要想好再写，你不能一字一鸣毁于这一刻。六师傅，来，六师傅不是，你要。我一直以为他写七呀，啊！哎，你们这样对刘谦老师啊，哎，到底能不能呼吸啊，六师傅啊？六师傅他说可以啦，没问题，没问题，他说可以。其实这一位是谁？就是刘谦老师嘛。牺牲摄像，对对对对对，来给他们学生这样来玩，你事先他们有经过你同意吗？一切行为都是在合格的范围之内。哦，是吗？我觉得好像跟可能跟排练的不一样。对哦，这老师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做得非常的好。哎呦，你还真的能干。有些意思说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三个人都应该拿一个红包这样讨个吉利的。哇，还要红包了，哎，讲了讲了半天，原来是牺牲是为了红包，当然是我们六千老师的。好了，六千老师，你不是有透视的能力吗？变不见了。加选一个，哎，今年你怎么不表演啊？对呀，你这么好的身材不表演？我刚才很认真的表演了，我可是做到了所有参赛者梦寐以求的工作。哦，哇，
他缠的真的特别用力啊。对呀，啊，江伯钧，江伯钧，谢谢。好，掌声给他们鼓励，非常精彩的表演。Yeah. Yeah. Oh.